家報人天先生喺正仔逝世。金庸为将，外国特工自定心型，由蔡澜书写一览众生四字，两则系天人对联，书说六千四百路，故书重合五十烟，将手拿对众一生，画上圆满嘅句号。将礼唔知功绩，只系蔡先生旨意。城口外摆放咗咁多花圈，都系由嚟自内地、香港及海外。